大约在公元前2700年到2000年间，发生了一场全国性的大洪水，于公元前2208年达到高峰。与此同时，发生了旱浸。大洪水置全国于大灾难之中。面对这场大灾难，中国历经尧舜禹三代治水，动员了全国的力量。鲧、共工、巫之奇先后为之捐躯。经过一个世纪全民族的前赴后继和艰苦卓绝的斗争，终于在禹的率领下治水成功。王大有先生经详细考证后做了这样的描述：大禹的父亲鲧艰辛治水29年，由于动用了尧帝丘、尧帝成的土方、石方来修筑黄河大堤，这些石方、土方在传说中称为西石西壤。舜帝以鲧盗用西石西壤为由，起兵进攻鲧族部落，将鲧杀死在河南登封伊川。治水英雄鲧的鲜血染红了伊川的草木山石。禹继承父亲的遗志，继续治水。他以疏通为主的方法，相继平治了各地水灾，于是祝九鼎、九州同，天下太平。关于大禹治水，民间传说似乎要生动一些。禹为了停止洪水，呕心沥血，日夜苦斗，以致三过家门而不入。不知经历了多少岁月，终于制服了洪水，而自己的妻子却在忧郁之中化作了一块石头，无言地凝望着丈夫遥远而又忙碌的身影，直到丈夫累死在会稽山。大禹在老百姓的心中重如泰山。可以说，没有以大禹为代表的我国先民治理洪水的伟大斗争，人们就不可能安享太平生活，就不会有夏商周以及后世灿烂的中华文明，也就谈不上夏商周医学的重大发展。大禹治水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，大禹的足迹几乎遍及中华大地，似乎有洪水泛滥的地方便有大禹痕迹。我们首先在这个小镇上找到了一块石碑，接着又找到了几块碑刻，可知禹王城就在附近。然后我们这车能过去吧？能过去，这车能开过去吧？啊，能过去，能过去。我们现在坐这个车不太好走，然后也能过去。建于不得名。禹王城，禹王城，相传大禹建都于此，故得名。就是我们这里还有这个关于大禹的一些什么留下来什么遗址有没有？嗯，从哪条路过去？哎，弄过去，那大行。从这里啊？过去他水水库里边，水库里边。就从这儿过去的。前道。前面走是吧？啊。我拿了一根柱子线。
下雨曾在这里建，哎不对，那这里什么啊？进行什么？进行过长时期的治水活动。在一片麦地中，我们发现了城的遗址。啊，那小念寺，小念寺，还有水库那儿还有一个。禹王城四周的百姓自发的捐钱捐物，有的甚至从百里之外赶来义务劳动，在城的遗址上盖起了这个不起眼的小庙，以致纪念大禹。中国医学通史古代卷说道，大约从公元前21世纪开始至公元前770年，中国历史上相继出现了夏商西周三个王朝。夏商周时期，在农业、手工业、建筑业、商业贸易等方面均有了重大发展，文字走到商代已经相当成熟，到西周更是出现了易经、诗经、尚书这样光艳夺目的文化巨著。同时这个时期由于哲学思想、医学思想的重要发展，为今后形成完善系统的医学理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应该说到这个皇帝啊、神农啊这个历史时期，或者是在夏商时期啊这个人们在开始这个想究竟为什么，他因为经验多了，他就要提出来为什么。就是在夏商时期应该说是这个第二个阶段，就是探求追求这个理论问题啊。当然这个理论问题呢是比较原始的，在夏商周时期呢都是还是比较很原始的啊。到了这个西周，到了西周，大概这个理论水平呢就更高一些了啊。我刚才说的是这个《黄帝内经》是一个里程碑，这个里程碑呢就实际上是在东周时期，从西周开始到东周时期，它这个理论水平已经相当的完备了。伊尹，商朝的第一任宰相，是本片的一个重要人物。对我们来说，他的出生始终是个谜，因为从史料来看似乎都充满了神话的色彩，而古籍记载的出生地空桑城有身国是否真的存在于世，况且他的年代有那样久远，我们一时难以确定。所以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情，我们来到山东曹县。这是个星期天，两位值班干部为我们打电话向四方查询，忙了半天最后告知空桑城无人知晓，但申种集这个地方或许与他有关。提起伊尹，村里的老乡都知道，他们介绍说这里曾经有一个规模很大的伊尹庙，年纪大的人都见过，解放初期被土匪烧毁，如今只剩下一个土台子，即原来的地基。老乡介绍，政府保护这个土台子，规定方圆百米之内不准动土。在地上我们看见了一块残缺的石碑，但申种集三字仍清晰可辨。这样我们便把4000多年前的有身国与眼前的申种集联系起来了。西京变革了，黄河满肥这都是现在，原来那个有身四角墓已经在这儿都不见了。那都看到了，就小时候你们都看到这些变了。
哎呀，今天那就那个时候有印的像吧，有他的像吧，雕像。有印大那个大殿的像都有。对，就是汉年去了这个地方，他将军攻打他时候，他破了。带过去。他破了，把这两座大殿烧。伊尹出生是在什么？伊尹。嗯。伊尹出生，他就是在一个丧院里，由神父家族一个妇女侍道，丧院太丧时候，侍道一个，侍道了伊尹。知道因为宝会就是宝会这个地方，抱到这儿来，抱在江大啊。由于他没父母，所以说随着有神父家族的一个妇女陪嫁给唐王。啊，陪嫁给陈康陈南王。陪嫁陈南王，后来辅佐唐王建立这个商朝。啊，把夏朝给灭了。对，先灭夏，灭夏。啊，这个伊尹他就实际上他就跟上张大了。啊，就在啊，伊尹更神，他就是。等于就在这。实际上，这个伊尹更神那一句话就是写着。他就在这儿，有神父家族就在这儿。空商城，不是空商城，不是，嗯，空商城不是个地方。空商城，商院，那个商院就在现在呗。这里长有五个地方，龙华店。龙华店。嗯，这是在那个，据咱朝鲜字典写的是的。哦，离这还有五里地。啊，东边那个就算那是蔡商街似的那个。啊，等于是蔡商是在那边。啊，对，蔡商上那里，蔡商似的来这里，抱这里养大的，是不是？他这里是有神氏家族在那，所以就是原始时候的一个族，氏族在那生活。那个现在那边还有桑林吗？没有，现在没有了，都没了。没有，没了。桑林都没有。带过去。相传东方有个小国叫有生国。一天，一个姑娘到桑林采桑，忽然听见婴儿的啼哭，她循声找去，竟在一棵空心的老桑树里发现了一个胖娃娃。姑娘抱起娃娃献给国王，国王一边派人抚养孩子，一边派人去查访孩子的来历。原来，这孩子的母亲住在伊水岸边，当时已有了身孕。一天晚上，他梦见神对他说：“冲你就出水，就向东边走，千万不要回头看。”第二天，正如神所说，冲你就出水了。他赶紧告别左右邻居，向东走去。走出十里路后，他惦记着家园，忍不住回头望去。只见茫茫一片洪水，什么都不存在了。此时，他化为一株空心桑树，立在大水之中。这就是伊尹的初日。实际上，伊尹是成汤妻子的陪嫁奴隶，出身卑微。他以他过人的智慧和胸怀得到了成汤的赏识，后来成为成汤的宰相，成为成汤推翻夏朝建立商朝的得力助手，担任了商朝第一任宰相。伊尹死后，商朝的第三个国君对他按天子礼仪安葬于此。历代百姓在墓前广植苍松翠柏，以表对他的怀念。这里我们所关注的还不是伊尹协助成汤灭夏的故事，我们想要告诉观众的是，中医汤剂及中草药煎服法的发明者正是这位商朝宰相伊尹。史记载，伊尹以滋味说汤，即伊尹向商王成汤谈论饮食之事。皇甫谧《针灸甲乙经》说，伊尹以亚圣之才，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。就是说，伊尹继承了前世传下的神农本草，对中草药做了深入的研究。他了解中草药的寒热温凉的药性和酸苦辛甘咸淡的味道，懂得清清重浊阴阳升降的道理，明了人体的十二经络。在他之前，人们服药还是简单的咀嚼，并且是单味药。伊尹发明汤液及生药加水煎服，
不仅可以同时使用多味药，还降低了生药的毒性，从此诞生了中医的复方药剂。汤液发明与食物的烹调加工关系极为密切，而伊尹正是一个既经烹调又通医学的人。一个是经验积累时期，夏商周之前，夏商周时期呢是一个探索阶段。中国医学通史古代卷指出，汤液的发明是医药发展史上的一次跃进，这是商代人对当时用药经验的一次成功总结，是医学史上一项重要的发明。河北省藁城县台西村商代遗址出土了大量文物，其中许多涉及医药。这是我这个革命下来这个，革命下来这个文化层。真的像那些什么那个植物人啊，它是放在河北。哎，都是河北的。哇，这个植物人也是在搞的呢，也是在这个罐里头。罐里头，哎，都在罐里头。整个那个胶木不在一个大缸里头，一层白沫嘛，一层白沫，我拿到北京那个化验以后，就认为是这个。对，这是个罐子。这个罐子是哪个丁丁毒？啊，这是典型的那个。这个跟那是非常成熟的，哎，成熟的医药方面的，医药的造酒的作坊，还有这个酵母，还有这个植物种子，植物种子是可以很多可以药用，哎，对，都是做药用的，上头的很多都是做药用的，还有那个第一个，也可以说咱们中国第一把手术刀吧。哦，还有第一，那些东西现在就泛滥在河北省重点说，都是在那出的。哎，这是一口水井，还有一口井是在。因为在那边。在那个，出手的药物在哪边？出手药物的就是在这个，那是就是在这个探访里头，应该都是从边上往下查出来，从这个地方挖出来的。都是出手这个药物和这个手术刀，就属于边缘这个边缘吧，是吧？这个出手的这些东西，都是在这个墓里头，还有陪葬的，尤其这个，都是一个小盒盒。小漆盒，小盒里边有一边一个，这个被绑着女奴的，在那个呢，看来当时看病人地位比较高呗。从商代出土的甲骨文中，我们得知，商代在卫生保健、医事制度、对人体和疾病的认识、疾病的诊断和治疗，以及药物知识方面，均有了较大的发展。对人体从头到脚。各部位、各器官，妇产、小儿、皮肤、流行病，甚至已经有了外界毒虫进入人体导致痰病的认识。专家认为，这是生物因子病因学认识的萌芽，是病因学说的一大进步。另外，关于龋齿的记载是全世界最早的，比古埃及、古印度早出700到1000年。客观的评价这个殷商时期的这个医学水平，现在这个最主要的依据就是甲骨，甲骨。所以那这个甲骨现在我们统计或医学有关的大概有100多个字，100多个字。那么这个都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，经过我们把它或医学内容加以联系。你比方说这个心，它写的那个形状就和心脏非常相像。那么它为什么它能够把这个心写成这个和心脏的形状一样？那么它必然做过人体解剖。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进行的人体解剖，但是他必然他没有看的，他是绝对不会想出这么一个形状的，这个疾病的疾，是他这个形状呢，是一个人躺在床上的，像这一类的都是，比方说这个酒。
九呢，它就是在膝盖上有几个火，那就很明显的是针灸的灸，有针刺的形状，都是这样。我们根据这些东西呢，来推断他当时认识的水平。他不但对心脏的形态有认识，而且对心脏的功能，在生理方面也有认识。陕西清涧商代鬼方遗址出土的石刻人体骨骼解剖图，可使我们得知，3000多年前的殷人对人体构造及某些生理现象已有相当具体的认识。在商代的基础上，西周的医学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。专家指出，从《周礼》的有关内容看，西周已经建立了相当进步的医事制度，并且有了医学分科。《周礼》天官将宫廷医生分为四科，即食医、吉医、阳医和兽医。西周医学分科开后世医学进一步分科之先河。据《周礼》记载，周代已经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医政组织和严格的考核制度，对提高医生的技术水平、促进医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。其中尤其令人关注的是医生考核俸禄制度。在每年末，根据病例考核医生，评定待遇，配给食物。食权为上，食十一赐之，食十二赐之，食十三赐之，食十四为下，一共是五等。十次当中没有一次失误的为第一等，失误一次的为第二等，到失误四次可是最下等了。这样的考核制度无疑对推动中医学的发展具有极特殊的历史意义。换言之，在中医学开始建立形成的时候，便有了一整套医政医疗制度做保障了。这漫长的生命之路是人类不间断的寻找自我、寻找生命的过程。这个过程中，生命意识的积累为《黄帝内经》的诞生铺设了最为坚实的基石。在这样一片坚实的土壤之中，开始孕育一个伟大的奇迹。我们说，这个奇迹已经成熟，经过了十月怀胎，它即将诞生。似乎整个世界、整个历史、整个民族都在期待着这一刻，期待着这一生石破天惊的啼哭。